左脚的脚后跟痛，左脚的脚后跟痛啊，这个时刻我看到一个像一个肯德基老爷爷的样子啊，站在那边啊，站在那个位置上啊，站在那个位置上啊，站在那个位置上啊，这个是什么做出来的？拿灯光做出来的啊，灯光做出来了啊，灯光做出来了啊，所以那个他只要数据库里边，只要数据库里边放了图片啊，那边都可以测出来啊，放心啊，告诉我放心，要像什么像就有什么像啊。这是灯光啊，这是灯光做的啊，是的啊。然后呢，当然雕像是好像是变不了的啊。但是其他一些图片哈，天上的图片之类的还可以人流啊，人流晃，这样呢，这样呢，那提高人家那个有气度、新鲜感啊，这样就感觉不枯燥了嘛啊。所以说啊，将来那边好多游客会往那边看啊，往那边看的话就。人家就知道了哦，要传达的什么信息，而且可以在那边发送给人家啊，发送给人家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嗯。